放生牛，夺死劫。这是现代医学大师邵老师所讲的一起真实故事。前几年有位山东商人，经过邵老师的精湛预测和对其佛学思想的开导，感悟深刻，便许下了做一千件好事的心愿。邵老师，您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，我现在就许下做一千件好事的心愿。于是他大量印刷了三世因果文和戒杀放生文，赠送他人，又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善事。而这两年来，他更因此家庭美满，事业兴旺。有一次，这位山东商人的一位司机路过某个村庄，恰好看见一间屠宰场正在宰牛。啊！有十几头已经很老的牛被捆绑着，屠夫正要宰杀其中一头，而其他所有的牛只都泪眼汪汪地望着。你们别叫了，等一下就让你们一只只的归西的。慢点，请先别杀他们。嗯，你是谁呀？老兄，你看看他们多可怜，别杀他们了。不杀他们，那要他们做什么呢？当宠物养啊，你要是有钱就买下来养着吧。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我想我们老板会买下这些牛的。你们老板怎么会买下这些牛来养呢？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。司机于是打电话给这位商人，向他说明眼前发生的事。商人听后，当下就立刻决定，请司机先拜托屠夫不要杀牛，他马上赶来现场。是，是，我明白了。怎么样，你们老板不会做这亏本的生意吧？师傅，您先别忙着杀他们，我老板一下子就过来了，他会买下这些牛的。啊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过了十几分钟后，老板赶到了现场。这时候奇迹出现了，屠宰场里那十几头牛全部抬起头来，并不断提起前蹄，摇摆着身子，似乎知道他们的救星来了。老板，您来了。你别杀他们了，这些牛我全买下了。啊，你真要买下这些老牛？你要这些老牛有什么用啊？这些牛对我来说的确没有用，但他们的命也是命。你看他们面对屠刀时是那么的绝望痛苦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些老牛被杀害，所以决定把他们全部买下来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老牛呢？我会付一些钱给这些牛原来的主人，让他们好好善待这些牛，即使这些牛老死了也不可再宰杀。啊，这样啊。这位善心的老板以每头3000元的价格向屠夫买下这些老牛，又以每头3000元的价格付款给这些牛原来的主人，拜托他们必须好好善待老牛，即使他们老死了也不可再宰杀。嗯，好的，我们会好好养着的。这个老板真有善心啊。之后这件事不久便在该村传开，人们都对老牛通人性感到神奇，并为老板的善心和救护生命的善行感到无比钦佩。听说有位老板把你准备宰杀的老牛全给买下来了。是啊，他还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养着这些牛呢。
这位老板可真是个好人啊。是啊，为了获胜，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那些要被宰杀的牛，还花钱让你们养着。听说这些牛很通人性，据说他们将被宰杀时都还流着泪，而在这位老板到来后，他们却像是看到救星一般。对呀，这件事真的很神奇。我想那位善心的老板做了这么大的善事，一定会得到福报的。在这次重大的车祸中有死有伤，唯独那位老板逃过一劫，仅仅擦破皮而已。这就是多做善事所得到的善报。行善事得善果，只要懂得因果不虚，才知道人生吉凶祸福的缘由，也才能掌握命运，改造命运。阿弥陀佛。